我们要继续全面、准确、坚定不移地贯彻“一国两制”、“港人治港”、“澳人治澳”、“高度自治”的方针，坚持依法治港治澳，落实“爱国者治港、爱国者治澳”的原则，支持香港、澳门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保持香港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。